台中七期整齐的街道、大气的都市景观，是台中办理市政重划最具代表性的案例。市政建设地政先行，重要的背后推手，迈向国际级大都市。包括市地重划及区段征收，但不论何种开发方式，地价都是重中之重。只要能够掌握地价的脉动，开发案件自然能够推动顺遂。台中建设突飞猛进，中央公园启用有台中之肺的盛名，十三期重划区高品质居住环境有目共睹，还有捷运绿线大智路打通，衔接台中车站前后站，公司部门协力合作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台中市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态度，落实建设留给城市，文化还给地方的开发理念。针对每一个案子，在协议架构的时候，来帮助价格更加的公正，更加的专业，好让我们这个虚地机关能够去跟民众在做协议架构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准条件。公司协力专业估价，台中的建设持续中，往宜居城市的目标更迈进。三立新闻台中报道。